客气客气，你认的？无啦，我就是讲要找一人来提箱嘛，我想找箱拢同款呐，啊，所以才去找金花来啦。是啦是啦，就定定。哎，美官啊，恁也无闲煞，无敲电话我，我等下去接你呢。哦。Michael 啊，你即外面出来出来是安怎？我跟你讲，最近天气都变暖，你也较细致哦。无你啊出来出来，就有可能急要中风啊。啊，拢袂晓看目色，我真正会叫起个中风去。Michael 啊，你即马是去甲因两个拍暗风？无啊，我哪敢？我不咧甲天公照胆讲，讲这出兵的代志吼，你甲他，你为做干鸟门的，你去买物件食，查甫人上讨厌，才悄悄出一支嘴啦。你莫阁怪麦克我啦，阿达那甲出兵的代志，我拢知影。我唔是跟你莫讲。啊！你这个出，你这个出卖，你赔几斤哪里啊？卖怪伊啦。其实吼，我唔是讲这样无明理呢。为着迄过去的代志，我伫阿咧生气。我只是好奇，啊！你老是甲我讲就好，哪有需要温骂呢？无啦，哎呦，美观啦！啊，我少年时刚放生的代志，也唔是只光彩的代志啊啦。啊，你知影这是要创啥啦？我在底下讲，我即卖心拢伫咧你身躯顶呢。我来惊你误会哦，是讲我会介意过什么古井秘密，还是古井难忘？我唔知，对不？对啦，这点吼，我当替大哥做证了。伊绝对吼无做出对不起你的代志啦。天哪！啊，我嘛是安尼哦，特别关机构，也唔过，伊就坚持要来吃嘴啊。李官啊，敢讲你真正未信任我哟啦？你对我的忠心，我是无怀疑啦。我想无讲，你想要骗我？像昨暝你喺咧困未去的时阵，我就感觉你怪怪啊。那过去我是行较对，你就对较对。啊，即摆无同哦，硬硬要离开。你老实讲，你唔是去找永哥，是去找秋萍吼？啊，我老实跟你讲啦，我确实哦，去找过秋萍啦。啊，你知影咱昨下来遮的时阵哦，我突然看到秋萍，我家己嘛错一个呢。我回去哦，我就想讲哦，嘛过去有甲辜负啦，我心肝底哦嘛对有一个嘛亏欠啦，所以我今仔早起唔知去找伊。啊，像这你倒是甲我讲着，哪着骗我咧？啊，我惊你乌白收，你会吃醋啦，我惊你会误会啦，对无啦？对无啦？对啦，对啦。原来哦，我江美官在你的心肝内是这么鸡鸭长鸟啊多，爱乌白吃醋的人哦。嘿咩？哎，这看着咱美官只要是一个这么有名利的人，哦，不管伊会生气啦，大哥啊，做咱管你家己啦，做十生意啦。你有够白目呢哈，大正兄弟，无应该讲，莫讲啦。美官啊，你唔听听莫个师傅白乱讲啦，我真正无做出对不起你的代志啦。阿达啦，阿你到底嘛阁无清楚讲你对唔对吼？你过去交偌济女朋友，安怎分手，甲我拢无关系。你就是不应该欺骗我，迄就亲像张飞甲彩玲同款。张飞唔敢讲实在话，阿你讲白话，阿愈讲愈济时阵，到尾也唔好甲彩玲两个离婚。阿你的意思是安怎？咱嘛是爱行到这步。